温暖、知性、可爱。你觉得的文章对读者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我觉得就是心灵鸡汤般的存在。那你会跟我分享一下你读了的文章后的感想？很快速帮你跳脱出你深陷的那个情况，那你可以快速的去探索到底真正缺乏还有你迷失的点是什么。是老妹吗？当然喽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老妹啊？大概25、26岁，我就自称是老妹了吧，而且我还很得意。得意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代表我不在乎自己的年纪啊，我拥有的东西超过年纪。那你写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很多人都以为作家写作就是打扮得很体面，在咖啡馆打字。错，我们都是早上起来蓬头垢面的时候，才发现今天要截稿，然后夹起鲨鱼夹，然后噼里啪啦开始杀气腾腾的打字。还是只有我这样？你对20岁的自己想说什么话呢？我想跟20岁的自己说，感谢你那个时候那么茫然又那么叛逆，所以才能够造就现在的。那请你用一句话来推荐老妹世代，请大家用心态下架他吧。